我们刚才在那种安静等候的时候，我们都在那种安静、安息当中来体会着神的那种甘甜，体会着来自于主耶稣的那种甘甜。但是现在，我们要把大家从这种安息当中唤醒起来，来把我们的热情唤醒起来，来敬拜、赞美我们的神。来，我邀请大家来起立，我们一起把我们的热情来洋溢出来，来赞美我们的神。都在出声音。耶和华是，从头开始吧。耶和华是我的主，你不知动摇。花的帮助，还要惧谁呢？耶和华是我牧者，你不知缺乏。有耶和华做我荆棘，你全然得胜。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。有时将我抬起头，一生一生虽然有哭泣，早晨我们必欢呼。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帮助。是我的主，你不知动摇。有耶和华的帮助，还要惧谁呢？耶和华是我者，你不知缺乏。有耶和华做我荆棘，你全然得胜。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。有时叫我抬起头，一生一生虽然有哭泣，早晨我们必欢呼。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帮助。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。有时叫我抬起头，一生一生虽然有哭泣，早晨我们必欢呼。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帮助。一生虽然有哭泣，早晨我们必欢呼。我们把这首诗歌我们再唱没有，我们要把我们对神的那种信靠，我们要把我们的神耶和华那个磐石一样的那种信心和荣耀，我们要把它表现出来，我们要唱出来，从发自我们内心的，也唤起我们心中对神的这样的一个赞美。耶和华是我的主，你不知动摇。有耶和华的帮助，要惧谁呢？耶和华是我牧者，你不知缺乏。有耶和华做我荆棘，
起，你居然得胜。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将我擦起走一生。一生虽然有哭泣，早晨我们必欢呼，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帮助。是我的主，你不是动摇，有耶和华的帮助，还要惧谁呢？耶和华是我的神，你不是缺乏，有耶和华作我气息，你全然的神。他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有时叫我抬起头一声。一生虽然有哭泣，早晨我们必欢呼，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帮助。他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有时叫我抬起头一声。一生虽然有哭泣，早晨我们必欢呼，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帮助。一生虽然有哭泣，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！你救赎了我们，主，你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，你是我们的磐石。我们眼前无论是有泪水，还是有任何的艰难险阻，主，每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安息在你的面前，我们就从里面得到平安，从你的爱里得到这样的平安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。哈利路亚。主，求你来充满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会场，充满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。求你充满我，来充满我，主，我渴慕你的同在，求你洁净我，来充满。充满我，来充满我。
我终醉都洗洁净，唯有耶稣宝血。是的，主耶稣，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，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。哈利路亚，主，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，战胜了死亡。我们如此的盼望，主，我们盼望你能够再回到我们中间，和我们在一起，把我们带到那永恒当中，让我们远离那罪，让我们从此跟罪就再没有任何的连接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盼望着你再回来。哈利路亚，主，哈利路亚，主，求你来充满在我们这里，来充满我们，来充满，让我们真正能感受到你，让我们能够看到你，看到有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曾经的眼泪就变为希望，我们曾经的困难就变成我们前进的动力，只因为有了你。哈利路亚，主。下一首。来，主，你是我们的盼望。当你三天以后从那十字架上，从那个坟墓里面走出来的时候，你从此战胜了死亡，你的再来每一位是爱你的。是我。
在这里要高唱的哈利路亚，要从永远到永远的来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因为你生为我们而生，死为我们而死，因为你是我们前进路上的灯，你是那照亮黑暗的灯，哈利路亚，主，感谢赞美，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，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，我们这样的感恩，这样的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你自己的名求。阿门。我盼望，弟兄姐妹，准备好我们的奉献。我的就是。